这个楼房在水里泡着，真正要是出现了楼倒倒楼歪歪，这个时候那就麻烦了，生活用水垃圾用水都渗漏啊，哎，所以说一旦要是地下防水层要是开了渗透下去的时候，那楼是很危险的，到夏天的时候根本就闻不了，那苍蝇闻的老多老多了。居民们说，别看小区院里环境看起来还行，那也是相关部门前一阵子给修缮的，小区从一开始就压根儿没物业。居民们跟行动记者介绍，之所以他们都入住11年了，还有2栋高层没交付使用，是有一些相关手续还没有办下来。而跟这2栋楼搁置时间一样长的，就是他们的房证。咱们买完楼以后啊，也没怎么进驻，有一些都由上那买去，上这买去，根本就不怎么在这住了。